是我要介绍的姑娘，哦，她可真够亮。这么多俊男才子，谁能娶到金凤凰？人真多呀，要是晚点到，家门都进不来了。先把你洗干净，蓬头姑娘还想来提亲，个子太眼睛又太小，长得太不吉利。啊，先别急，排队看，我家木兰会让你惊叹，你的勇气和你的轻功会为